好朋友，哇，感恩哦，感恩哦，普阿声拍甲变变叫，互恁大家倒去赚出一台湾呢。美金甲新台票，啊好，事业成功会当做甲下下叫，银行倒去叽叽叫，精神饱满，因为烧酒啉落也较抓狂，烧酒啉落啊，拢较有迄个吼抓狂的叫声。哎对啊对啊，一半摆若啉落嘛袂歹呢。对，你有啉吗？啊，啉淡薄，哦，啉淡薄就对啊。啉淡薄，嘿，怕东血路，身体健康，啊对，他较袂空空，嘿，较清醒，嘿，安尼较有智慧，啊对啊，较会成功啦，对，对啦，啊无吼，咱讲正经的呢，有当时啊，逐天吼，安尼吼，伫咧厝啊，啊无聊啊，电视一直看，看到尾啊，要变空去啊了，对，真的啊，无人好开讲啊，对，啊你讲吼，歹势出去找人坐啊，对对对，有个人较。避暑啊，诶、有的人比较讲吼，较有迄个自闭症的迄个镜头啊，系啊，系啊，啊像我嘛是啊，我嘛宅女呢，真的吗？我嘛宅女呢，真的，我只要无做场，拢伫咧厝呢。拢无出门的呢？啊，你拢伫厝创啊？我拢伫咧厝咧创啥呀？困、食、看电视、看手机啊。就安尼尔。啊，安尼尔尔，系啊。安尼袂歹啊！啊，什么安尼袂歹？安尼人生是乌白，我甲你讲，真正诶，你会感觉讲你的人生无啥物趣味，逐天都困、食、看电视，安尼哪有啥物趣味？安尼厝边诶，厝边哦，厝边拢关门锁好，大家拢去上班啦。敢若我上营，你上暗时诶，敢若我上营啊，啊暗时啊宵到咧吼，困袂去吼，两三点拢还阁无爱困啦，嘿啊，暗时啊吼，那宵到咧啊。安尼你也困袂去，才甲我讲。哦，睏袂去，我才敲电话你啊！唔通啦，安尼甲你吵着，你四点钟才好睏尔呢？我拢做晚才睏。你做晚才睏，你点外睏？你五点半就爱起来呀？吼！嘛是起来啊！嘛是起来哦！晚间间就起来。真的，我好佩服你哦！真正诶，你诶精神我足佩服诶，我足佩服诶。你敢知影我一天若无八点钟哦，会足眠哦。我讲我迄天就拢虚心难地啊，规天拢无精无啥个精神。会啊会啊，真的吗？会啊，会咱死咱死啊！啊，你会心情不好吗？会心情不好啊！真的吗？对啊，我知影有人睏无饱，对，下床气，对，就会心情不好，对，对哦。你即马若即个讲两句啊，伊就火大啊，好嘿，无什么耐性，对，会感觉讲聊聊就起性地，嘿啊，嘿啊，迄就是吼睏无饱的关系。我袂呢，啊，你袂啊，你逐讲咱笑眯眯，因为你行业是爱这是爱安尼，无唔对啊。你甲看，你做生意。你就是爱面带笑容啊，面对你的人客、你的客户啊，啊人家来甲你交关啊，对无？有嘛是有人客讲你爱困，我嘛讲嘿，我就爱困。啊嘛是有一半摆啊会无精神，想要爱困的时阵啦。啊嘛是笑笑嘿，我就爱困。啊嘛是讲嘿啊，我就爱困的。哎，你算无简单嘞，对无？安尼暗时嘛是笑眯眯，日时嘛笑眯眯，安尼笑规工的吼，迄嘴嘛足酸的了，咱讲正经的，嘿啊，笑口常。哦，对对对，心情才会美丽。对啊，对，笑口常开哈，身体才会健康。啊，那就袂郁卒啦。哦，对啦。对无，郁卒会着来伤了。对。嘿，古早咧讲的，有无？古早咱有迄个叫做拳头师傅无？嘿。伊拢会定下讲，咱人茫郁卒。哦，对。嘿，人若郁卒会着来伤。嘿，所以讲爱像你讲的笑口常开。嘿，逐工拢笑眯眯，哇哈哈哈哈。嘿，将你吼一挂晦气吼，拢个笑出来，嘿，把它带出去，对，对不？啊，好，你的身体吼拢留好菌，对，嘿，安尼健康吼又美丽，对对对，无怪你也遮水安尼啦，愈来愈水，真正无简单。来来来来，今晚吼继续过来安排来哪一首歌？乖歌曲《请求》。好，请求热闹滚滚的歌声，一个咱的小贤再度献唱，应该个都记，记得行。